嗨嗨，我是 Josh。嗨，我是 Amber。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了，就是呢，我们两个决定要结婚了。今天的时间是7月2号，对，就刚好是 Amber 的生日。对，那我们已经决定要在7月22号就先去登记了，后续的宴客啊那些可能都是之后了，也许是明年。那现在距离7月22号大概还有个20天左右的时间。对。我们这20天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弄，想说就来拍个影片记录一下，在结婚之前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准备。那我明天要做什么？提亲。没错啊，明天就是我要去 Amber 家提亲了。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不能够群聚嘛，不能超过5个人。嗯。可是提亲再怎么样都会超过5个。嗯。我叫我爸妈，然后你叫你爸妈，这样就6个了。对啊。所以我们明天会一个很特别的提亲，就我们两个不会在。到 Amber 家之后，就我和 Amber 在外面，然后我爸妈先去跟他爸妈谈。反正我跟你爸妈也见过，你跟我爸妈也见过。对，就让我们自己去处理一下就好。可是我们爸妈互相没有见过。对，一开始就要讲这个，第一次碰面就这么硬。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处理一些挑戒指啊、拍一些照片什么的，各式各样的事情，就请大家继续收看哦。来，转场。好厉害了哈！转场完之后还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不过时间是有改变了。今天是7月6号，那我们这几天做了什么事情？看戒指。看戒指。然后你要先从前面开始讲，我们前面有先完成了提亲。虽然说是提亲，但是也没有到真的那么正式，没有什么媒婆什么的，也没有带什么吉利哦那种。对，那都没有，那个比较像是。订婚材料就很正式的东西，我们比较像是双方父母互相碰个面认识一下而已，因为其他的时间什么我们都谈得差不多了。今天是去看戒指，去看了对戒，那我们是去 iPrimo， 那间应该是全台湾到处都有连锁店的、先说这个没有工商，也很希望大家也不会找我们，也蛮希望有的。好，我先把我们看的那两张图放在画面上好，看这里哦，一个男戒，一个女戒，对。这样挑起来的话，两个它折扣完之后，应该是6万多，6万5左右。对。所以我们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是预计7月22去办登记嘛。对。但是戒指，就算我们今天7月6号，就算今天订了，可能也是要8月20几号才拿得到。对啊，就是一个多月才可以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登记的时候结婚没有戒指，好像不太对。对。所以后来 Amber 有跟他们那边再询问了一下，他就是说可以外借7天。就是他们的戒指外借7天，但是是不收费的，但是就是他们就没有我们特定要的戒围，但是至少是可以挑到我们要的款式嘛。对，好，这是给各位一个建议，对，要么就是早点买，那如果你太晚买了，你就可以用戒的，可是还蛮不错的、可是我觉得可能要看店家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每个店家都这样。另外，今天还要做什么？拍身份证的照片。为什么拍身份证的照片？因为登记要换身份证啊。好像是说用原本的也可以，对啊，但是我们想说就趁这个时候顺便换一下。可是它上面写说要带2寸照片，要带2年以内的。其实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有2年以内，他也不会去揪说到底几年。我那张是高中时候拍的，我家也把它放在上面。我那张是国小，那你不能放在上面。好，那不要放，放我的就好。我高中跟现在也差多少？真的是搞起来根本就一样。接下来还会有结婚书页的部分，那就。再转场，也许还是同一个地方啊，因为现在疫情，大部分都只能在家里拍。对啊，肯定的、好，来转场哦，一二三，好嘞，又转一个场景了，不是转一个场景，我们又转了一个时间点，但是还是在同一个场景。今天是7月15号，距离我们登记只剩一个礼拜。对，7天。对，那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写结婚书约。什么是结婚书约呢？就是结婚证书啦，然后我们是在虾皮上买的，但它其实就是户证也有那种既定的格式可以下载，我们想说这个比较有纪念性，所以就上网买了。它就其实就像是去登记结婚的时候要给的一个文件，就是男女签名，然后跟2个证人，这是我们在虾皮找的。它不是工商啊，这个不是工商。如果之后有其他结婚相关的工商，欢迎、就是一个大型的招商现场。我要那个婚纱。婚纱的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盒子也是我另外再买的，就是同一间，也可以不买这个盒子啊。那就是如果想要收藏比较有纪念价值的话，买盒子来收还不错。对，然后这里面是一个本子，它里面本来是附2张的，然后我有另外再买一张，就是仿那种
有的人太紧张写错字，或是字太丑的。你还意有所指、喔？你这样给我十张，我写起来字还是一样丑。就是一张护证会收走、嗯，然后另外一张我们自己留着。秀一下，很清楚哦、喔，可以注意一下，它下面还有写着要两个证人。那这个证人是当天登记的时候是不用到现场的。嗯，然后我们有查了一下，有人是说就是其实都可以啦，但就是可以找那种感情好的夫妻，直接两个一起签这样。嗯，然后我们朋友有一对夫妻最近生小孩，我们就请他帮我们签。好，来签吧。好。真的写的蛮紧张的。结婚人，换我写，换我写。好。还行，耶耶，结婚人。那么接下来这几天，首先是要拿去给我们的朋友签证人，嗯，然后下礼拜是要去拿结婚戒指，再来就是22号去登记，对，登记。好，那再转场，要转几次？嘿，嘿，哈哈，今天是7月22号，对，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结婚影片终于拍到了当天了。这个是我们之前去订的戒指，然后有先借了这个同款式的，因为我们订做的要8月多才会来。嗯，那今天要去登记结婚，今天还是要戴个戒指。那再过几分钟，我们就要出发去户政事务所了。对，没错。嗯 ，Go。所以来这边就是交照片、身份证。然后户口名簿如果不方便拿也没有关系，可以补，可以补。那像我户口名簿放在外婆家，可以要去拿有点麻烦，可以之后再补。然后结婚书，对，然后结婚书，对，这样就 OK 了。现在签的是换身份证的申请书，要盖章的，嗯，所以印章一定要盖。结婚证明书、嗯、，OK， 这样应该都对哦。对，好吧。好，嘿嘿，办完了、嗯、我们结婚了，嘿嘿，真的结婚了，真的没有骗，没有骗啊，没有在骗的，我们不是那种标题诈骗，是真的结婚了、哦、你说谁？还是很没有真实感。对啊，就是可能还没有穿到婚纱吧。好哦，这整个办下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办好了。我婆婆还送我一束花，很可爱耶。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还收到了礼物？哦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户政那几个帮我们办的人员是我爸之前的同事，嗯、然后还特地送了一个项链给我，就很不好意思。对啊，居然办这个，然后还送人家礼物。对，然后那个科长还帮我们付结婚登记的钱。之前大家都说现在疫情登记结婚的话很便宜，只要1-2百块。嗯，然后我们没有成本，我们零元。我们没有花钱，我们还花人家钱。有戒指，然后我们连结婚登记都要收人家赞助，到底是？没有，那不知道你是谁。反正就是很谢谢他们。对，那也很感谢各位观众的长期支持，终于修成正果，修成正果了，脱离单身，没错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更认真的拍影片，然后更认真的接工商，对，快点工商，快点全部都来找我，还没有拍婚纱哦。我们还在找结婚场地哦。上次的方式我在那边把开箱影片弄得像招商，但就有人在念说那你是乞丐哦，真的什么都不好的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结婚了，我们就是要工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对吧、啊、不过我真的有也是。好，那就感谢大家耶、yeah. 我们会努力继续做新影片给大家看，对，那就到这边了、嗯、拜拜拜。